网传周杰伦主导的全新综艺《周游记》将于2020年播出。周杰伦将携好友方文山、刘德华、林俊杰、萧敬腾、五月天、谢霆锋、陈建州等周游世界。对此，有媒体求证工作人员，对方表示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。据悉，《周游记》由周杰伦亲自主导，同样也是周杰伦出道以来首次挑战主持外景节目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